本期讲解一个长期蓝海项目儿童益智迷宫啊，一单利润39.8，几乎零成本，一部手机可以实现月入过万啊，儿童益智迷宫的项目啊，大家看，因为用了所有资源，作者都会全部提供给大家，你只需要花费点时间去推广而已啊。主要是从七个方面来讲解，包括项目的介绍、转变的工作、账号注册、引流、作品制作、注意事项以及变现方式的讲解啊。企业视频课讲得非常清楚，这是教程，这是素材啊，素材和课程简介。如果需要本套课程的话，大家同样打开视频说明区的这个网址，然后搜索标题的这个关键词，比如说是儿童益智迷宫，就可以下载本套教程了。